大地风水。现在叫做五山、冰山、哦、葵香、任桂水，哦，这任桂水，哦，你看头前拢水，坐南向北，啊，头前的一样，步步高升，这边叫万水朝中，你那个水是伫头都来行，哦，迄个万水朝中，哦，那再来。那爱这里呢吼，好几个底的月眉，另外家呢，哦，月眉石，那个月亮石跟月眉石，哇，啊啊那是真有型，哦，这个看起厉害，那无较早死唔着呀，无用推奖，啊都红奖的呀，今天盖有汤圆，啊，今天无内用啊，今天无内用，嗯，啊咱呢？这就要边仔只人做，咱做地理，那大地理边仔隔壁拢绝黑，拢绝地，大地隔壁都绝地，这里口诀你来把，大地理边仔拢是绝地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做安呢火风顶挂，啊，这部风水应该有中心，有在中心徛牌过啊，啊，火风顶挂二爻。二五过精，二五过精呢，第四较低，伊就坐伫二爻，环就坐五爻，照讲就火风顶挂二爻，安尼较正确。好，那么你来做丁山，鬼将的左风大过，啊，这是咪沼泽，是咪都常常有风哦，哦，那安尼就做左风大过，火风顶一。二三火风顶接两三顶三足顶立哦，三脚顶立，这个地势，咱爱看捌地势哦。你若唔捌地势咧，你徛咧拢迄个去。所以做火风顶卦还是正确的哦。那它是二爻，阿弥陀，火山立，火山立是什么山？是不是新山？啊，新山嘛吼，啊，新山呢，伊就讲食这边的气，啊，食这边的气。啊，新山为什么新山呢？要合到先天。新山啊，先天是什么卦？新山先天是坎卦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十道天星。十多天心，哦，所以足够诶，一点呢，哦，安尼来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啊、哦，现在叫十道天心，啊、哦，十道天心，四是王侯将相地，一脉无变坎未然，哦，这是真大诶，啊，这天机。啊，为什么不做五爻？啊，因为刘国轩他不是皇帝，所以一是一个国师，所以做五爻，做二爻，啊，做二爻，啊，二五够精，二气，他做二爻呢，是坐在阴阳两气两卡中垮嘞，啊，然后呢，
啊，五爻五行，啊，一样的，那它中华化阴化阳呢，五行呢，它就融汇其中，就是二五构兼，就是戊己，某己，戊己呢，一个戊，一个己，啊。哦，这个戊，这个戊，这个己，啊、哦，二戊啊，啊，过经了一个的还得一个穴的，啊、哦，即使一个穴的，啊、哦，应该是点啦、哦，我有真正的法，应该有真正，哦啦，即使无正时，伊做这个卦爻，我用这个爻，所有的这气，一下立马就比较就来得就，气也走，地气也走。哦，地气也造，啊，甚至这么大地理呢，是刘大师、刘国师啊，伊的风水地理是无唔对。啊，这呢，应该是原来伊家咧找好，啊，找好咧是以后啦，啊，死去啊，啊，才先，啊啦，哦，我叫到刘国生打电话给你。啊，安尼看有无？哦，这点地理真水，长龙进嘛，有无？龙进龙虎环抱，有无？哎，虎边啊，管伊就出了嘛，只要有威啊，龙进嘛，哦，哎呀咩啊，哎，龙虎相进。安尼，对啊，安尼你这阿伯你家己装风水，绝对不错哦。哎，啊，咱做风水爱有道德。这吼、哦、去工地安尼是足无道德的。哦，咱做啥咱装逼啊？你安尼一定明白嘞，懂吗？哦，迄咱爱道德，咱袂用伤着别人个，占着别人个地，迄就无德啊，无德就无风嘛，对不？哦，做风水的人哦，这种爱注意。咱若要装做啥风水，出面头尾一定莫共受伤，莫出面头尾结冤仇。安尼是啊，到尾咱有本来都无福，那变无福，有德变无德。哦，这点咱爱做注意啊！哦，那你做风水的咱同学啊，你来注意哦嘿！哦，这点第一只水呢，哦，好了，那么恁这里有做，恁的有做那边个翕相机哦，在恁办公厅的头前哦，安尼万水朝中，希望华山贵尊年年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。这点黑，就是主黑。啊，主穴边啊，一点左右有两穴，主穴啦，啊，主穴下来，左补右皮，补心，左补有一穴，右皮有一穴，啊，中间一穴，啊，你无，你看咱呐，碰到这呢，啊，手为拢看相平，拢看相平，过嘞，哦、啊，这个甲人情世事拢完全共款。那么这一黑呢，啊，隔着附近遮，啊，这黑伊无通看共样，皇帝看呢，啊，那么修为人护卫，啊，伊无可能这共样看，迄都唔对呀。所以伊学较边只，学较边呢，伊若爱有，伊会威，再爱有局，去点只，啊，这黑呢，来看伫头顶这个，啊，暗。这五曲星，哇，好，这里啊，好，你看这，干了看头前水局，你看头前水，啊，这又有一局，啊，啊，咱看到这个山，啊，这个山，这嘛是结一黑，啊，啊，那边，嘛爱看那边过，上那边，啊，看那个山，嘛都一黑，哦，安尼嘞，第二就对了对，结果这，大家看拢看共样。啊，水外一边，水外一边，这个坐无正，还嘛点无着。那么这点黑点多位呢？啊，请你点出来我看，好不好？哈、啊，这点地理别人徛边啊只尔，啊，但是地点，你表示做拢有做着，啊，但是向徛唔着呀。啊，水外一边，啊，东西边，非常不对。咱点地理，好、啊、咱。这个主人在那里，大地在那里，你不要跟他一样，盘滚如盘好，
化官如化虎，你也是你讲坐甲官共样，你本分你啥样看啥？你啥比较甲病患袂大？千二三年咯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做人处事的原则。哦，所以我师傅坐咧，你甲看共样无要紧。啊，你若皇帝，你要甲看共样，绝对袂通，你知无？爱笑啊，处事啊，目睭爱转，处事啊，目睭爱倒落转。哦，我无咧甲看，啊咧看是皇帝向天，你嘛唔知。啊，你徛边啊，我顾一边，你顾一边。但是咧，我看四十五度啊，九十度，我拢选得着，我拢顾住人。占地你就安尼咧，足简单咧嘛。哦，先生讲到满山名，要灵，无得着。哦，所以这地理上高都迄个顾虑来，这先生嘛真高。哦，希望讲做甲皇帝同款。一山不容两主，一山一个主名，无两个主，好吧？好，那么这里就爱这地理向你头前换，遮水你看，就是你看地理，你讲的地理方向一定好了哇。所以遮地理点，哦，头前你看遮水，哦，啊你阿盖刚下快就平，阿盖这里呢，哇，八道四平八稳。阿你要恁讲，阿你看我，好，阿你走。啊，咱坐南向北，头前是大地，啊，但是头前呢，规个拢气温啊，那就不是大地，迄叫做苦海，啊，苦海，啊，上边迄两只狮，啊，上狮要人求嘛好，狮头前水了，这狮上惊水尔。西唔惊火，西惊水，结果你头前是骗遐大骗的，吼弄水，西聊都根本就聊袂落。吼，你要人煮，上西人煮，煮伫面头前，哼哼。迄粒人咱讲煮，即毋知咱会捌地理的，吼，迄就不如华。吼，安那呢？咱就困，那骗头前被紧梗梗来啊！啊，应该是坤嘛，全部是大地平地一块，啊，结果有迄个小猪底下的必艮卦，艮卦来唔对呀。北方是坤嘛，先天的坤卦是大地，哦啦，所以迄张地理啊，满咱外行的目，满好一过尔。那内行的咧，真正有研究的咧，迄度无感觉是正确的。啊，也许师傅所学的是安尼，好，人别人所学的有伊的特殊。啊，那么迄鱼丸啊，也可能讲近代人家做的鱼丸啊。啊，但是这么来看呢，遐水是倒流，无水口啊，所以遐一群会自然形成一群。啊，咱西嘞，上西人球对面嘞是应该直直出到来，结果上西人球嘞。啊，就迄个你就看我一监督咧，迄不对，哈、啊，迄就不对啊。塞球伫外口，啊你塞伫内底，人都出去。哦，啊个水库咧底下，根本都看咧方眼啦，简单眼啦。哦、啊，这是安尼啊。好、啊、啦，迄点的地理，啊确实很好，先做天卦全部拢有下折啊，但是一个大败笔的向上。坐南向北，后边有山是百分之百；啊，坐北向南，后边有山百分之百错误。咱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伊做紫山五向，后边一支山做大支的，啊，头明啊离卦，啊头明三离卦，好、啊、离卦，后天的卦麻麻麻，后天卦是离火，先天卦是乾卦为金。后天克后天，克前先天，啊，迄就是常常造反流离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事中需要努力，哦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哦，就是这个道理的晓得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什么是？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咧。中山陵地理根本就不对，后天做的后天的坎卦，坎的现年，
砍一下，砍一下，砍一下。所以国父啊，伊个国民党诶，这个精神诶，所创立的国民党一直伫花诶，啊，佫像最近安尼来呢，一定花诶，一定花诶，真诶，啊，一定花起。吼，我咱也无希望讲国父诶辛辛苦苦，或者下底啊只，吼去个做班做班那班那班呢。好，莫挂面嘞！啊，那国民党那是台湾发起，好、啊，台湾人不听，好、啊，那饮水思源，那的国父伊创办嘞，好、啊，那后来呢，啊，两岸，那的蒋中正、蒋介石老总统呢，啊，伊都啊过来台湾，这有一个新秀的天机，哦、啊，但是呢，这天机演化，好、啊，咱就慢慢的看就好啊，好，咱。所以地理啊，你若后天靠先天呢，啊，你就自然呢，啊，后底啊，伊会变互相竞争。啊，伊咱的中山陵后壁后天会砍我山形，一枝山树砍，后天就砍我就有着，先天就困我，先天靠先天靠后天。所以咱这个政党轮替，啊，政党轮替呢，啊，这一定会发生的代志。啊，长江后浪吹前浪，啊，前浪跑到什么海？在沙滩上，沙滩上躺在沙滩上，对啊，好、啊、了，不管沙滩上还是现在的小海凉凉嘛，后浪，哦、啊，这是咱了解山河大地的奥妙，就是人类没有办法去克服的，啊，就是就是，啊，咱都在去看迄间庙，啊，仙公庙，啊，迄点地理。那接待咱罗大师尊所传的，迄就无地理。好看头一个豆鼎啊，壳豆鼎豆鼎壳的，啊面顶那是孤音，迄是高音。啊高音呢后壁嘞，啊后壁如果去歪歪嘞，迄如果破掉呀，啊破掉，所以迄天地理阿伯恁达志明，清清楚楚，就不要歪歪两块啦，后壁甲起，哎迄拢不对，拢不对。啊、不管你学什么地理三元好，一元、两元、三元、四好嘛好，五好嘛好。哦，你嘞，一得一，两得两。哦，咱大自然不能破坏。啊，那比如讲，咱迄个地理现在的所在，啊，倒刻啊，佮倒刻嘞，一个叫天桥，遐是得着仙公庙迄个位置，啊，得着天桥迄一个很，很有着，哈、啊，有着嘞，啊，小小的地理尔，啊，因为香槟流泪，哈、啊，两袖清风。哦，我喜欢咧香菇拢看，啊无风，啊迄两色清风，啊下一粒好啊修行修灵修的是足好诶，啊修灵修所带带起咧，修灵修咱一般人的观念，就是讲庙呐，哦香火旺，啊就好意，就讲要互信徒较济咧，有当来拜，吼、哦、咱就开始讲拗落去啊，拜掉呀，还足细安尼咧，足可惜咧，包括一根盐，哦这嘛真可惜啊。啊，原来较早我26年前我有来啊，迄阵呢，后壁菜场也无起，啊，就是迄个菜场也无起，啥也无，啊，干那迄个就店呢，还伫遐咧四平八稳，零七万啊，啊，结果即摆来因为信徒济嘛，信徒济，咱管理委员会嘛会做慈悲啊，就起一个红楼餐厅，餐厅你大把恁起庙，袂用家起厝后壁，你知无？哦，你要食石头就莫食后壁。老师，能听无？后壁食空鱼。哈？后壁食空鱼。后壁食空鱼。哦，啊，又搁低调嘞，家良心搁低调嘞啊，足无彩。哦，迄就是咱无迄个风水广传的，这里的尝试嘛。我毋知一直一甲讲讲爱爱学。有一天恁反正恁时间到，恁家己去一间道场小诊所。就静下来，你后壁，你都唔好，你咪去做东做西。我要我后壁，你都去做一个老骨塔，那倒是神大，那死人大。哦，迄有，哦，足侪无智慧呢。哦，我活法无边，我连摸不着边呢，还什么活法无边？哦，这里、個、啊，所以大家拢爱有咧智慧就对啦。啊，咱像这条啊路。直接个菜价连累，啊，这条路后边就因价连累，啊，这嘛是红马尾都未通，啊，后边是啥物件？
咱玄武，玄武查到车嘛，哦，这一生啊，内底就作些未平安的代志有够多。哦，这个地理有其情必有其理呢，神是人修的呢，所以咱神一只神也行未行，人修反正配合这个嘛。咱不要说不要违背大自然呐、啊，所以这点地理呢，哈、哦、是平江来龙是非常好。啊，这个像龙虎蛇怎拍掉就拍来呢？啊，这卧龙，叫我是啊，叫卧龙岗，哈、哦，孔明是家卧龙岗。哦，但是呢，诶，启发呢，即只嘛是真侪人会吊拜啦，迄是真好啦。不过咱地理呢，啊，咱无咧本钱，啊，佛祖有咧本钱，互众生学人悟。咱众生咱无本钱，唔好家己悟，我家己悟悟到尾也袂平安，迄是有够冤枉的。Yeah.